最近，美国华人圈是热闹非凡，各方人士纷纷出境发言。具体焦点就是中国人应不应该来美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平时平静如水的华人圈不再平静呢？原来他就是丁胖子金牌讲师。讲师是通过走线的方式进入美国，俗称新瑞人中的一员，原来叫偷渡，现在叫走线。讲师的出现一走，搅动了美国整个华人圈。从此，美国的华人圈、国内的精美圈进入了互相攻击，一片狼藉的至难时刻。讲师自我介绍是国内五好青年代表之一，曾经因为一时大意，在国内不小心没经别人同意，借用了别人的摩托车，被关进去教育了几个月。讲师在看了一些介绍美国的直播中，顿觉自己生错了地方，自己就应该在美国享受美国的权利，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于是讲师花了毕生积蓄，找了已在国内买房的中介，通过走线一路翻越热带雨林，被狮子嘴、被野狗咬，差点进了鳄鱼肚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入美国。据讲师说，进入美国后就被美国政府友情请入移民监狱休养了一段时间，那是美国政府基于引导对他的关心，从移民监狱出来后直接就撒到了所有润银的第一站洛杉矶顶胖子广场。一想到美女美元大别墅即将唾手可得，讲师躺在广场上和一众走线来唐氏挂壁，开始憧憬起美好的未来。讲师为了锻炼自我，方便将来接受美国政府给予的财产，索性找了一家老润人开的餐厅打黑工。据说刷盘子三个月盘下餐厅不是梦。就在讲师考虑要不要盘下这家餐厅的时候，谁知老板居然不识抬举，因为讲师在工作中多吃了几盘免费，毛肚和老板发生了冲突。事后讲师越想越气，我都不准备要你的餐厅，你居然嫌弃我多吃了你几盘毛肚，索性直接打了911报警，请美国警察为其主持公道。讲师虽然没身份打黑工，但是处罚不重，老润人雇黑工就涉及到了违法雇佣以及偷税漏税，在美国惹谁都不能惹国税局，虽是罚得你倾家荡产，老润人退缩了，赔了讲师大几千美刀，算是银仔。讲师手拿美刀，转念一想，我既然作为将来的美国人，有必要为了美国好好整顿美国的劳工雇佣市场。于是讲师带着无比崇高的信念，开始频繁打起了黑工，干了6家，举报了4家，剩下2家拿了高额的赔偿。讲师遵循一个信念，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广大新润人的力量是无限的，尤其是新润人中又不乏像讲师这样在国内被教育过的人物。于是讲师摇身一变成那丁胖子金牌讲师，借着流媒体的浪潮，在抖音平台上开了直播，一边收割流量变现，一边专门教授新润人如何整治美国不规范的劳工雇佣市场，从应征职位到收集证据，从举报部门到举报流程，一应俱全，事无巨细全部传授下去。因为语言的问题，暂时从华人圈开导，一时之间美国华人圈荒腔鹤唳谈论色变讲师的这一行为。虽然撕裂了新老润人的关系，但是却也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形成了新润人圈里的精神图腾。作为老润人一方，怎能坐以待毙？虽然讲师这号人物养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剥削新润人，享受着美国自由民族新鲜空气的老润人有点傻眼，一时之间乱了方寸，但是很快也冷静下来。老润人聚集在一起开了个小会，会议决定直接将所有新润人扫地出门，不给租房，不给工作，本以为万事大吉，但是看着顶胖子广场越来越多的新润人，老润人们又犯起了难。雇佣吧，说不准什么时候自己就倾家荡产了；不雇佣吧，这人越来越多，等到多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再出现个像讲师一样的人，高举达到资本主义的旗帜，直接收拾了自己怎么办？老润人思前想后，要从源头解决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新润人疯狂走线到美国的？一查原因，居然问题出在自己内部。抖音里的一群自命不凡、喜爱炫耀的老润人是罪魁祸首，说到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已经知道原因后，老润人直接采取了几个补救方法。一流媒体平台的所有歌颂美国的博主恰逢撒令，不停止宣传就马上举报。二安排一批人无限唱衰美国，以达到阻止新润人走线的意愿。三对所有拿着帮新润人介绍走线赚的钱，在国内买车买房的移民中介举报下死守举报。四对拒不服从管理，依然宣传歌颂美国又举报无效的某些自己人挖黑料。五言论上强力打击国内的某些精美分子，虽然我们是一路人，但是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不把你们干掉，我们就完完了。奈何虽然爆出了月赚1.6万美刀，
地卡车司机夫妇偷领急救粮，刷盘三年买别墅，点解实际靠是要过活，却一言阻止不了舆论，实在是前期宣传太猛，这舆论早已形成，几方战场早已就被各自拥护的粉丝不在少数，不光没有达成效果，反而造成了老润人内部互撕，新老润人互撕，老润人和精美互撕，整个撕成了一锅粥，互撕现象越演越烈，对于老润人来说依然是危机降临，大厦将倾，于是老润人推出了终极武器，大头鹰这位老润人的最后希望，缩写斗仓，样样精通，对其引来毫不手软，和僵尸的直播过招也不落下风，现场气氛活跃，金句频出，笑料百出，一场直播下来简直犹如天神下凡，所有挑战者是纷纷败北，到底是老华工劝退新人成功，还是新华工整顿市场胜利，咱们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互相讨论，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凑合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下次再见。